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在炎炎夏日里，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在水池里躺着享受惬意的清凉，可是对于不会水的人来说，这就是噩梦了。忘水而不能游，可远比找不着水更痛苦。因此，如何使不会水的人和水来个亲密的接触呢？有眼光的公司早已发现了这其中的商机，因此国外的初创公司发明了一款魔毯，名叫 Water Mat， 在上面无论怎样的活动都不会沉，堪称水上神器。这款魔毯是由聚乙烯构成的水上闭孔泡沫板垫子，长相非常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瑜伽垫，可是它的功能却堪比飞天魔毯。Water Mat 的面积更大，同时厚度也非常的可观，比起我们日常用的快艇或是船，它的厚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只需要将其铺在游泳池水面亦或是湖面上，就能够跟水上的桥面或是飞艇一样，任你蹦跳它自依然不动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尤其适合家庭外出游玩或朋友间泳池聚会使用。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这款水面魔毯能够承受几百上千公斤的重量，寻常三五个大汉在上面活动也不会翻沉。你可以跟小伙伴尽情地玩你们能想得到的所有的活动，晒日光浴、瑜伽，甚至是打球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友情小船因他而不会翻沉，爱情的巨轮因他而持久永恒，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呢？友情提示，为了防止它随水流飘走，可以考虑将 Water Mat 上的尼龙绳子跟船抛锚一样牢固地固定在一个地方哦。相信有这款 Water Mat 的存在，你的生活将更加精彩纷呈。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有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